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祝福视频。为了让姐夫也能听得懂，现在就用普通话来说，就感觉很温暖。我已经是第七年在加拿大过年了，姐夫是第十一个。我也数不清了。我觉得你应该是第十年在国外过年吧，第十年还是第十一年？那我们在这里就要祝所有的家人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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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刚刚说的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，你还想祝大家什么？发财。哦，恭喜发财。我好像也不知道潮汕话怎么说。新年大汤，新年大汤，新新你你大大汤汤，新你大汤，新你大汤，事事顺利，事事顺利，事事事事顺利，顺利顺利。你那你现在会说的那些潮汕话，你要说一遍吗？不要了。但是你会说那个假的？那假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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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还有你好，乐好。还有粿条，粿丢，不是粿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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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粿丢。对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啊。好。然后还有油条。